不是，救命！快！这是哮喘，我这还有药。水，拿水啊！水，快点！拿水，水啊！把他扶起来。把他扶起来。死了，死了！你给他吃了什么东西啊？啊！我就是普通的哮喘药啊，你们不信我吃给你们看。哎，别吵了别吵了，你们看这儿怎么有根针啊？我看看，你看针头已经发黑了，这是什么针啊？啊，有人回复了。剧毒粉，黑色粉末，其毒性极强，误入血液将会在1分钟内死亡。其症状是口吐鲜血以及指甲变成黑色。